了一位美女，她的身材让人按耐不住。我悄悄走到她面前，想找个机会抛个媚眼，没想到她却对我说：你去哪儿啊，翼龙哥？我以为她是我的歌迷，结果她说她是邻居小丽。我被吓得喘不过气，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。像是我的眼睛，你越看越像某个明星。